的多大了？25岁的还不结婚？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不是我怎么劝？是不是啊？喝瓶水。小米，我也听半天了，那叔叔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说，人家的女儿想的这么大，孩子都有了，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。是消息，消息，对对对，那个，叔叔，兴许小米这两年没碰到合适的啊，那可能过两年就找了，这玩意儿不能凑合啊，对吧？干嘛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没洗过澡了？你本来就是。不是，你说就说，你别拉扯我啊！还有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你们呢？那化个妆一个小时啊，干嘛？毛坯房本来就脏脏的了，还非得集中休假，不装修不能出门啊？你们，我们这三个，你说谁呢？不是我说的事实，你三个咋了？那允许你们说男生，男生不能说你们。还有你们说男生不洗澡，那你们倒洗，洗完之后里面全头发，那搞得跟藏獒洗澡一样的，掉的全是毛。那你们男生还脚臭呢？对，每次一回来一脱袜子，这满屋都是臭蚕豆味儿。是的。再说那冬天袜子都能立起来了，恶不恶心啊？不是。是，而且听说他们男生啊，内裤穿完 A 面穿 B 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拉什么平均值。又不缺那点洗衣液。不是你们这个，哎，不，你冷静点。什么冷静？我听你别说话，就是，就说你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跟他们出去玩还必须带着我们拍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拍不行，拍的时候还是我们技术不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他本来长那样，他自己心里没有数吗？哇！你在这熟吗？咋了？小明没劝好，我也回不去了。我知道个地方，不过你花钱行吧？